誕生日だった。我一个大儿子，你就是我知道也就是说，只要这个地方拍自杀，
心肺都有问题。那有人很顽固，非要问是什么病，我说这叫心脏病。那他说我在医院去检查，医生说我没心脏病。那我说那好，医院告诉你的呢，它也有道理，但都是机器，就医生是把机器的结果给你显示一下，但是你这个东西是真实的虚的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那么这位先生说，哦，大家现在别去排查，要不噪音太大。这位先生为什么他有这么多问题？他说我会有类风湿，对不对？类风湿关节炎，同时他在吃类固醇，也就是说，他的病毒是多种各样的，既有那个病的病毒，又他吃的药的病毒。那么我刚才不是说吗？他说是类风湿关节炎，那个有意义吗？那你说为什么心脏、肺啊都有问题呢？也就是说，他是多条肌肉。都不同，我说其他的类风湿还有什么事 doesn't matter， 你要干的就是一件事，回去用我们讲的一句话，地毯式轰炸，把十二条经络通通打通，能打到多少就做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大家来问开多久？通常一个部位起码要开上5分钟到10分钟吧，你不能跟撒胡椒面一样，这样的话意义不大。我们这个方法和公园里很多老太太都是开，它为什么不一样？它的秘密就在于两点：第一，时间 ，focus on one point。就在那一个点，拍够10分钟、20分钟，再换一个点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强度，比如说我拍了10分钟啊，但是别人拍10分钟是你这个10分钟的5倍的力度，那是不一样。所以说你光算时间没有用的，就跟那个电压和电流一样。还有人说我拉筋，哎呀，我说。他来参加体验营，说我在家拉半个小时，我说那到我们这来拉拉试试，5分钟不到，哎呀不行了下来。为什么？他在家怎么舒服怎么拉，他腿弯的舒服那就弯腿了。如果要用我们这个拉的话，第一腿要绑住直，第二底下还要放沙袋，这个才有疗效啊。那么下一轮我们就开始讲开打部位啊，有4个通用部位，大家看到啊，双肘、双手、双膝、双脚，说是4个，其实一边4个就是8个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有什么病，你先开这4个地儿，开够了之后，你再开别的地儿。比如有人说我就膝盖疼，那就开膝盖。肩膀上就来肩膀。那么好，我们现在再讲一下拉筋。为什么要拉筋？人的筋呢是越来越收缩，收缩就是得病的状况。一个人从小孩长成大人的过程，就是一个由软变硬的过程。你看小孩多软，越长大越硬，到老人就开始驼背，到死了僵尸完全硬了。所以说你要想健康，那就什么，你把筋拉软拉直。那为了来讲解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从你们当中找出有腰腿痛的人。刚才已经有一位先生提前报到，那就请您上来，好不好？哎，大家看他怎么上来的？你看，他上来是要人扶着上来的，
把您给大家讲一下您的病。各位大家晚上好，我本人是一位退休的老师，以前是体育老师，在做体育的时候通常都伤到我们不知道，所以呢现在的情况，我的病况是这个两脚每天早上起来拉得很紧，要走路都很难，每天都叫人家来给我按摩推拿，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之下，有时啊在睡觉的时候都不能够翻身，所以今天高兴能够得到这位大师来到这边莅临我们青山，是我们的幸运，所以我就请他帮我治疗一下。你就说您的症状。我的症状就是我已经去照了 MRI， 就是说照他的脊椎 L4 L3 4 5有深骨刺，所以那个骨刺压到了神经线，所以现在还好，因为刚才已经人家跟我按摩了，我才能够走上来。要爬这个楼梯的时候很辛苦，所以深骨刺的时候通常都是压到神经线。讲那么多理论，只讲症状，哪儿痛哪儿不舒服，什么症状？就是说腰这样弯也是很痛，脚要这样蹲下去也是很痛。好，您现在对着我。您弯腰看能弯到哪？弯腰的时候，这两只脚，尤其是左脚，那个根拉得很紧，根本不能够弯，这样弯很辛苦。要走上楼梯的时候也是辛苦，要下楼梯的时候也是辛苦。您再对着我，再下蹲，看能蹲到。蹲。这样下去的时候是勉强的蹲下去而已。要起来的时候要按住这脚才能够上来。好，为了让大家看清楚一点，您再下去再上来一下，下去，对，要下楼梯的时候也是很怕他跌倒，要一步一步这样下才可以下的。好，看看下，再看上，然后呢，再要上来的时候呢，就要这样顶住才能够上来的。这样才能够上来，所以就是我脊椎骨刚才跟你讲 L345 跟 S1 会有动到深骨刺，看到没有，一讲起理论来如数家珍，我就对这些就不感兴趣。 L2 L3 您就告诉我哪儿痛哪儿不舒服，症状是什么，马上搞定。就是腰骨这边痛，现在感觉到吗？那时候就拉到他的神经线，左脚跟右脚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开始拉，好吧？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，大家知道标准的拉筋姿势。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拉筋姿势，您看见了吗？我就这个，行。那你就坐在那。对。不要回去。就坐左边的鞋就行了，拉哪一个？坐在这。您看，您看清楚了吗？
好，好，你到这边来。那么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诊断，就这个过程也是诊断的过程，看这个人腰有没有问题，不用看腰，也不用在腰上拔罐子扎针，只要看他的膝盖就行。他这个腿身是直的，但是个假象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腿悬浮在空中，如果把他这个腿稍微一按，你看，大家看他的面部表情是不是更痛？你看这马上就弯了。所以说我们第一步是要首先把他这固定，他的肩周，有时候我这么按一下，痛不痛？痛吗？痛不痛？太好了。那么他的肩周还 OK， 有很多人一按很痛，说明肩周有问题。好，稍微的给他按一下。那么这边还有一个，还有没有人想来上来试试？啊？好，痛不痛？现在我们要现在就痛吧。好，我最喜欢现在就痛。哎，这个是真的，你看，你小心啊。大家可以看他走路的样子和他上楼梯的状态。
深深的感觉哪里最痛？哪里痛啊？这边，我已经右脚这边痛。这个地方痛吗？但你这是弯的。您现在哪里最痛？是不是这不觉得？现在他不觉得哪里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拉筋根本就不到位。那就要往下按，然后还要停住。现在痛了吗？要往里推，看见没有？我们如何判断拉筋有没有效？就看他的面部表情，表情越痛苦，说明疗效越好。如果一个人躺在拉筋凳上，面带微笑，嘴里哼着歌曲，这说明没用。就是在这个痛的过程当中，产生大量的荷尔蒙和激素，改变全身的，包括这儿的干细胞。而且用中医的话来讲，阳气上升。你现在痛的时候，身体发热没有？我身体痛有发热。听见没有？越痛越热。大家看那个阴阳太极图，阳升阴就降。所以说我们的努力就是让阳气上升。再往里头推。大点声，痛了很舒服，听见没有？痛过的时候更舒服。他的脚跟要着地，现在有痛吗？大腿，对的，大腿。有倾向上升的，对，好像有倾向上升的腿，对。很大呀，上升。对。它好像倾上升这样，好像有气在走一样。可以明显的感到气在上升。通常拉完一条腿之后，发现一边长一边短，
你走走试试。走两步试试。我是体育老师，没有曾经发生过这样，现在才体会到他的痛苦。谢谢。好，我们再玩另外一个。刚才拉完一边，一边舒服，另一边就行了。现在另一边再拉。要下来之前使劲再压一下，为什么？不压白不压，反正要起劲。因为他刚才一直说他不痛。好，我们再起来，手掌后举着。走两步，告诉大家感觉。老师帮我按一下，那骨头震了，更好的，舒服了。是最痛的那一下，他认为现在是最舒服的。你走两步，看左右有什么区别。
现在哪里是痛？现在鼻子不痛了，比较好了。
或者停止完成。这介绍完拍一下，谁？拍手。大家注意到没有？他们刚才两个人看上去都是腿的问题，实际上他们的腰都有问题。所以说你治腰不一定在腰上扎针，你只要把他的腿、膝盖，对。大家看看这位老人家，非常明显。这个锅这个地方，只要能拍出这个图来，说明他的腰、腿都有问题。希望大家也有这样的冰棒，告诉所有的朋友们，
天文气流，我们今天在新山得到这样的一个大师来协助我们，来救治我们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做一下夏天再试，再夏天试。好，再夏天这样，哎，感觉如何？现在感觉比较舒服了，舒服了很多了，谢谢。好，您再上下楼梯。啊，跟刚才完全不一样，再上来。啊，双脚比较有力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掌声。谢谢。晚安。大家看看，因为老先生刚才时间关系，拍打垃圾都很短，其实都可以在家做。那么在家做上二十分钟、半个小时就更快，马上可以传播给亲朋好友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大家看看这位。他后头的这个出的这个伤，都说明不只是腿，腰的问题非常严重啊。好，那您可以现在停止，时间有限，那可以让他在裤腿放下走两步。其实您现在可以再，因为他习惯了两脚并步，我希望您再走一次，直接就是一脚一步，他完全可以做到，大家看一看啊。您要有信心，我们在旁边，对，就一脚一步，对，好，再下去一步，对，我来保护您，好，走，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，下下，好。我都在保护你，没关系，因为他已经养成了十年的习惯。好，好，来，你继续走吧，两步也行。好，关键是你上来的时候 ，OK， 好，再上来一步。关键是你上去的时候，看能不能一步上去。对，因为上和下还不一样。对，好，看见没有？好，哇！下的时候还有点吃力，就是两步，但是他上的时候完全可以一步就可以上来，好吧？好，谢谢您。啊，看习惯这样。那么时间关系的话，今天我们就想这么多。那么还有更多的问题的话，我希望大家有空的话
就到我们那个疫情天下的那个部落格，部落格上呢有很多的案例，也有很多的答疑。